我们的节目一开始为各位介绍的这个团体啊，哎呦，那不是开玩笑，所到之处是万人空巷啊！哎呦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五月天。因为这老大人这耳康真正强要动，这个阿信他们这几个年热血青年是，他们可以让我们摄影棚变成这样子啊，我们真的是有感到有一点这个害怕。哎呦，怕起来了，对，气氛已经沸腾了，已经沸腾了，这个真的是不容易，年纪轻轻的就有这个成就，是的。确实不简单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其实我们还可以，很顺利的，就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音乐，真的是就是很多歌迷朋友给我们很多支持跟鼓励这样子。哎呦，我们要请问我们这五位现在，我们年轻人
的精英，是啊，他们能够有这么高的成就，绝对不只是仅止于就是他们音乐方面的造诣，想法是一定要走在很前面才有。当然，你看五月天从本土出发可以扬名到国际，哎，对呀，这表示他们的结构、他们的思考的方法不一样。对，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。哎呦呦，飞哥，大家可以想是怎么讲就怎么讲。有关于法禁的这个问题。哎呦，法禁哦。哎，你觉得你站在哪一？你啊？你是在玩法禁还是在单挑啊？法禁啊，法禁哦，我是觉得哦，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，就是也是要被剪平头啊。对呀，对呀，就觉得很干什么要这样，就其实会很对。那时候就觉得教官管这么多干嘛？然后学校的老师管那么多，可是后来其实也想一想，有时候也有一点点道理啊。虽然说现在已经法禁都取消，但是我觉得同学还是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就是功课上。其实头发以下的东西比头发以上的东西更重要。其实我觉得头发真的不应该限制，对啊，不能限制，对啊，个人的自由啊，颜色也是一样。对啊，我觉得每个人想要表现什么就让他表现什么。耶！可是有时候我看他的头，我又忍不住想要打。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我的问题了，这不是我头发的问题，是我们两个个性不合的问题。对嘛，你不能这样子哈。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也可以发表一点意见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觉得就是有法禁可以啊，但是绝对不要留像冠佑这样子。没有，因为冠佑的头发就是比较整齐啊，然后就是很斯文这样子。然后但是身为一个鼓手，他应该要狂野一点。哦，对哦。对哦，对对对，他是好像是最斯文的鼓手。对对，等一下你看他打鼓，就是全部鼓都打完了，他头发还是没有。真的真的，组团六年哦，他鼓打怎么再怎么快，打一些尬掐什么，然后就觉得他最厉害一点，不是说鼓打多好，说哎，这头发完全没有，全台湾就只有你一个。这是法禁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聊跟他们有关系的。对呀，你们是不是西东的歌迷呢？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问几个问题，请问一下，五月天的性幻想对象是谁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每次到医院去，我就会幻想。真的吗？不是。小护士又是他们的歌名啊？对呀。哦，是有这种歌吗？小护士的歌词是讲什么？小护士歌词哦，歌词就是说，哎，医生刚走，然后刚刚把门关上，然后整个病房大家就突然跟开 party 一样，然后他走进来，然后带着就是白色的光芒，然后各位色狼不要对他幻想。哦，其实是有正面的意义。我觉得护士给就是很多男生就是很温柔啊，然后很就是对人很和蔼、很纯洁，所以就偏偏有很多男生要往那边去幻想。请问一下，他们五个人幻想的护士是同一个人吗？没有，这只是概括性的讲，因为如果真的要详细说的话，冠佑只要是女生都是性幻想。只要是女的。都可以成为他的性幻想对象，对他都可以幻想。冠佑，这个是改了名字的后遗症。没有，他天生就是这样子。哎，这样看起来你们两个被欺负没有啦？因为我被欺负了。我只觉得小护士嘛，那我觉得是那种他又穿个白衣服啊，其实很纯洁。那我觉得。其实男孩子都很喜欢那种会照顾人家的女生哦，是这种感觉。可是所以请大家往正途想，不要像怪兽这样一直老往歪的地方想。可是我也要跟你们讲，护士有的时候你约他真的约出来了，哎，这边换上便服以后，你会讲说，哎，我有一点事情。怎么这样？没了。对，请问一下了，在你们心目中团里面。谁最狡猾？哎呦，谁？对啊，每个人嘴巴都张得很大哦，但是为什么不敢说？这个角色没有人敢承认啊，那就算我好了，好不好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个要举例，人总要说出来，你不能说对不对？其实，比如说，比如说我们。在我们复出的演唱会上，然后因为突破四万人这个记录，然后冠佑就在演唱会上跳天鹅湖，然后这种就穿很丑的，前面这边还有个天鹅头，对，那其实不是冠佑愿意的，其实都是被阿信设计的。哦，那
请问一下，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戴那个额头呢？没有，因为他自己，他我怎么样？我没有怎么样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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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惯用反击了。他自己那时候不信邪，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相信，就是就是人只要努力，一定会有奇迹会降临在我们身上。但是那时候我们就休息两年嘛，就想说，哎。来试试看，在这一次突破纪录，然后他就不信邪，那我就说，哎，那要是真的你在演唱会上跳芭蕾舞好不好？他就跳跳跳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我去帮他找那个芭蕾舞衣，然后去那时候跟公司人去借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那个有鹅的头，很丑，就那一件，我就是要那一件。结果他就真的穿上去，就对呀，就跳了，也真的很丑。几万人的演唱会上面呢？哎呦，对呀。好啊，这个我们看以有台湾有这个团体感到非常的骄傲啊。是的，这个尤其这么多歌迷啊。好，再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？我们要带来的是 OK 啦，加垃圾车。OK， 加垃圾车。
哦哦哦哇！好，大家好，好好好，非常谢谢，非常谢谢大家把我当成长辈，谢谢你们叫我叔叔。我觉得叫我飞哥就好了。人家是有外国话 uncle 好不好？拜托你们了，要叫他们再来一个。你买秋瓜几块钱啊？对不对？刚刚美术我真正听无，不 uncle 什么意思啊？对吧 ？uncle 就是 auntie 的先生嘛。不是啊，不是的 ，uncle 就是要再来一个。好，哎，由于时间的关系要拍谁啊？不是，飞哥，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他们哥，等一下，好 ，uncle 好不好？这个歌要好好选一下哦，恋爱 ING。这什么意思？恋爱等于是现在进行式，正在恋爱咯。哇，太棒了！还有几连英文的啊？哎，对啊。好了 ，uncle 都答应和你 uncle 一个哦，我想过来一个哦。